倡导之，弘扬之，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，乃至出轮回，身净土，就近成佛，普度有情，无他求。既身偶失直指之意谓之不住，以便学者复敬谓之赞。赞曰：自有此经，未有此著，格物致知，劝经要处，破我法执，修二空观，于一切法作为心看，身为物本，格之所先，家国天下，乃其末焉，本硕莫容。一气之宣，为民敏德，设无不缘，诵无未解，更为古传，错乱古今，大欲不显，叙失妙物，直指真权，恐甚复起，当无见然，须该来学，首复思篇。如是修者，是真圣贤，家齐国治，天下遍遍，遍遍即平平。民国二十三年，甲戌奉夏阳父子将兼景树，大学之旨，一无本。古无偶一道人志叙述阳父子将兼不著，大者当体的名，常变未易，即指无人现前一念之心，心外更无一物可得，无可对待，故名当体。此心前既无始，后既无终，生而无生，死而不死，故名为常。此心包容一切家国天下，摩所不在，无有分际方余，故名为变。学者觉变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，故名大学。大自即标本觉之体，学自即彰始觉之功。本觉是性，始觉是修，称性起修，劝修在性，性修不二，故称大学。文分为二，从出至天下平，统是性修止去，从自天子至终，详是妙修次第。初中又二，初二节是妙悟之门，次三节是妙修之序。初中又二，初直是静观，二点是悟修。今初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清明，在止于至善。道者，从因趋果所立之路也，止于在明明德，便说尽大学之道。上明字，是始觉之修；下明德二字，是本觉之性。性中本具三义，明之为德，未现前一念明之动彻，而未尝有行。即般若德，现前一念虽非形象，而具诸妙用，举凡家国天下，皆是此心中所现物。举凡修齐治平，皆是此心中所具事，即解脱得，又复现前一念，
莫知其香而不无，为天欲物而非有，不可以有无私，不可以犯圣意，平等不增不减，即法深得，我心即耳，明心亦然，度自性之众生，名为清明，成自性之佛道，明止至善，清明止至善，只是明明得之极致，恐人不了，一一念出，不可说为三纲领也。此中明德、明、至善，即一境三谛，明、清、止，即一心三观，明明德即自觉，清明即觉他，止至善即觉满，自觉本具三德，数之以为般若，觉他令觉三德，数之以为解脱，至善自他不二，同具三德，数之以为法身，不纵不横，不并不别，不可思议，至理名为大理，觉此理者，名为大学。从名字觉，起观行觉，从观行觉，得相似觉，从相似觉，皆分正觉，从分正觉，归究竟觉，故名大学之道。补助三谛三观三德，详言上边始中心要解。二点是悟修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，止之一字，虽止至善，只是明德本体，此皆指点人处，最重在知之一字。愿觉经云，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，离幻即觉，亦无见此，当与此处参看。大佛顶经云，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后缘成果的修正，即知止之谓也。此中之谓妙悟，定、静、安、虑，谓妙修，得谓妙证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名能定，外境不扰故，闻所闻静，名能静，内心无喘故，觉所觉空，名能安，烦恼有寂故，空所空灭，名能虑，寂灭现前，如镜现象故，忽然超越，名能得，或二殊胜故。补助大佛顶首楞严经云，尔时观世音菩萨，即从坐起，定立佛足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意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，于时有佛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。我于彼佛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从文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出于文中，入流网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，
如是见僧，闻所闻尽，尽闻不住，觉所觉空，空觉即缘，空所空灭，生灭寂灭，寂灭现前，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十方圆密，或二殊胜。译者：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；二者，下合十方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量，闻所闻尽，觉所觉空，空所空灭者，未能闻能觉能空之心，与所闻所觉所空之境，俱泯灭，忽然超越。或二殊胜者，超越世间有父与出世间空父，故空假双照，发大慈悲心，四三劫是妙修之序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尽道矣。此其下文两节之意，盖于明德，而贯成身及家国天下，明之为物。既以明德成物，且顺无情，辨其本我，反迷归物之功，明之为事。既向生灭门中，商榷却修正，须知有终始，始于先，终于后。古之欲明一节，知所先之榜样也；物隔一节，知所后之尘埃也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；治之在格物。说各明明德于天下，便见亲民止善，皆明德终是矣。正其心者，转第八十位大圆净智也；诚其意者，转第七十位平等性智也；治其知者，转第六十位妙观察智也。格物者，作为心识观，乐知天下国家，根深器界，皆是自心中所现物，心外别无他物也。是故若欲格物，莫若观所愿缘。若知外所愿缘非有，方知内所愿缘不无。若知内所愿缘不无，方能力去内心之恶，力行心内之善，方明自谦，方明慎独。又指一明德，分心意知三明，致知即明明德，不住离本清净周遍之心，而换为八十，一眼十，二耳十，三鼻十，四舌十，五身十，六意识，七莫那十，八阿赖耶识。前六识者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相接，而现之时也。
第七莫那时，亦于染污，知我之法之一根也。第八阿赖耶时，亦于含藏，即前七时之所藏也。能转八时，则成四智，专厌耳鼻舌身时未成所作智，转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莫那时为平等性智，转阿赖耶时为大圆净智。如是则复还其清净周遍之真心，观所愿缘者，为观由见所取之相也。外所愿缘，实所愿之境；内所愿缘，是能愿之心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我法二之祸，则物自格。由大佛顶经所云，不为物转，便能转物也。知至者，二空妙观无间断也。一乘者，由第六识入二空观，则第七识不复执第八识之见分，为内自我法也。心正者，由六七二十无我执故，第八识舍赖耶明，由六七二十无法执故，第八识舍意熟明，转成眼摩罗识，一名大圆净智相应心品也。深修者，第八识既成无漏，则一切无因，十二处、十八界，皆无漏也。加其国治天下平者，一身清净故，多身清净，乃至十方三世圆满清净也。不住真如之体，不变而随缘，随色受想行识五蕴之缘而为人，随善恶尽染之缘而为法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，故皆无自性。当体即是真如，不知是义，而妄执有时人，即为人我执。妄执有时法，即为法我执。我执者，谓执有自性也。能破二执，即得二空。金刚般若经云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破人我执也。又云：菩萨亦我所住不失，不住色不失，不住身香味触法不失，破法我执也。当知空假中一心三观，是破二执之神方，斩一切罪根之慧见也。一熟者，因果之名，或一时而熟，或一性而熟，或一处而熟，三世因果之成熟，非一时，非一性，非一处也。眼摩罗识，亦云白净识，即真如本体。色受想行识为五音，六根六尘为十二处，六根六尘和六识为十八界，曰因曰处曰界，皆障碍而不清净，屈局相不周遍之称，以皆生灭故。
皆有漏也。若能转时未至，则皆成无漏。以上恐是信修止去尽，详是妙修次第六为三。出的是格物，须从本格。二详是诚意，必先致之。三根是修其至平，必有次第。今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。前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原不单指帝王有贵人说，恐人错解。今特点破，且如顺耕立山之时，何尝不是庶人？一隐根有生时，传说在板柱时。